送给大家，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啊，一起来啊。他妈妈不喜欢我，因为我是唱歌的，我没有固定工作，我不想他嫁给我。他妈妈不喜欢我，因为我是外来的，我没有固定户口，我不想他嫁给我。我在平常的一天，我们要见面，和你我约到楼下的咖啡店，和你说看街上我妈要喝酒。我想知道他开始什么时间，我他突然出现就在你的身边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表现，他又接着我又摇头走了。我想可能是他妈妈不喜欢我，因为我是唱歌的，我没有固定工作，我不想他嫁给我。他妈妈不喜欢我，因为我是外来的，我没有固定户口，我不想他嫁给我。哎，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时间啊，我们一直都在努力啊，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，我是要娶你的。天，我们又见面，和你我约到楼下的咖啡店，和你说看见什么妈又喝酒，我真的不想和他浪费时间。哦，他突然出现，又在你的身边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表现。哦，他又紧盯着我，又摇头走了。哦，原来就是因为他妈妈不喜欢我，因为我是唱歌的，我没有固定工作，不想他嫁给我。他妈妈不喜欢我，因为我是外来的，我没有本地户口，我不想他嫁给我。我条件是否太多，我娶她还是你呀，我不要太过苛刻，我别让她离开我。我真的真的摆脱了，不要从中作梗了，我爱她就够了，你还想要干什么。他妈妈不喜欢我，嘟嘟嘟嘟嘟嘟，我该怎么做才把她嫁给我？他妈妈妈妈讨厌我，因为我是唱歌的，我没有固定工作，我不想她嫁给我。他妈妈不喜欢我。